Hello， 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一募资公社。那这个公社呢，是来到冲绳很有名的地方，然后避光在国际洞附近。不过它在2019年的6月16日，它就休息了，然后它会移动到新的地方。那我们就来逛逛吧。这是在已经旧的地方。前面是很多的配方，应该在专门在吊台，走走逛逛吧。这里啊，号称是那霸人的市场。然后在楼下、啊，你可以做一个点餐，点餐完之后来楼上，他们会帮你吊。因为又遇到老板，所以又买了一个，因为老板很热情。